哥哥要听你全世界最好的歌手。这首是 SM 为你做的歌，就他们啊 ，XBang 那首歌是吧？听过。有。有没有机会了？一心吃了什么？男人帮会一起跨年吗？专辑二胎，哎，回答一下这个专辑二胎啊。专辑二胎加一个小甜甜是吧？专辑二胎加一个小甜甜，嗯，不错，这个想法不错，嗯。两千万的福利是什么？两千万福利还没想好呢，各位。23号在网上，我死了，我天哪！一心冷吗？我不冷。祝大家那个什么来着，祝大家冬至快乐，冬至快乐。顺便把接下来的圣诞快乐元旦快乐一起祝了。太早了太早了。有很多 SP 正在面临考试季，所以这些正要面临考试的 SP 也说一下。你们要考试了就赶快把心放一心放在学习上面，然后加油努力，然后好好考试啊，知道了吧。现在这个最左边是那个看的那个人是吧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。他们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突破200万。为什么呢？一般是多少钱？都不是多少人？一般一心理出现不能以一般的来计算。一般啊？那是要以几般计算？不一般。爆灯是怎么个意思？爆灯是为什么？这个红色红心爆了，爆去是跳下去是为什么呀？对，这些在一直在点赞。嗯。现在那个红桃星，哇，星星是为什么呀？星星就是这些点赞的在显示，这里在送礼、啊。这是送礼啊？送什么礼啊？哦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们说今天晚上希望你一定要发微博，而且要9宫格自拍。9宫格自拍，你们这要求有点高吧？得看你的存货。嗯，好。配上段子是最好的。段子。随便说一句话就断，所以这个我们对你还挺有兴趣。哎，对，我好像山东好像确实去的比较少，山东确实去的比较少。下面我们还是进行正式的采访吧。采访了，就我以为这就是采访了。